屏东县内埔乡街东片山区，去年还得到了行政院农委会评议的金牌农村避暑的金牌，因此东片山区成立全国头一座山区型的微生物植栽培养推广中心，同乡埔村共同来合作，是用四坡四水拿起田球方来落皮，还成立了山区纯水区监测水准水质，安内从事环境生态的山区，因为今年全国环境教育奖的结束，也都是用来做到的呢。一下就停停镜头去屏东县来看啦。东片新庄的村民拿顿酒肉捏竹丝皮，摕沙起的庆祥农场为辛苦种的作物灌溉。除了竹丝皮以外，还自家做广厦圈来改良农场的内容。三日田，哎，一天差不多七一礼拜。啊，旱田差不多十年，哎，十年，啊，等到安尼有都红的啊，都可以使用。因为无使用农药同化学肥料，除了作物生长嘅情形良好以外，自然嘅生态也做转来嘅。有几多头摆无出现嘅怪嘢，电工、啊蜜蜂啊，全部都出现嘞。出现嘞都表示讲安尼，因为自然村生态保育做良好。宇宙都讲大气候变迁的冲击，东片村民运用了对客家特别的喷发祭祀文化来减大受香的排碳量，还国设计做循环经济的商品，可能用香啦，用檀香啦，造成啊那一堆空气的二氧化碳哈，哎呀，那样喷发如果好一点，净化空气。哦，所以呀，又会得循环经济啦。爬山的人要吃小龙鱼，要力气哦。东片村有八间友善耕作农场，共同组成东片宝石村股份有限公司，是全台湾第一家自发性的农村型咖啡企业。村民用绿茶白同可可啊的壳拿做粉来泡茶时，向游客售价沙其用摩托农耕的方式所生产的农特产品。总干事王英勇表示，沙其唔咩。为做到得奖来做一条事情，是为做到沙崎永续发展做努力。客家新闻潘胜旺平的报道。